妈，这个表格上的价值关系，我应该填什么？你这个傻孩子，我知道这不简单。也许对你来说，他不是你的爸，不过他一直都把你当成是他自己的女儿，你知道吗？每晚会听到他为你读啊，现在是他需要你为他读啊，难道你要继续不理他吗？